光了被翻出来。你看这都是叫棉的，那个床子的，这是么回事哈的。那个鱼是真的是在菜市场去买的，买回来自己杀的，买的时候还是活蹦乱跳的，是活的，杀开一看呢，里面全部就是面条，但是那也不是面条，是长在上面的，是把它抠下来的。我就问我朋友，他们说那是叫什么面鱼，别人他说是这个，我说不是，那是面鱼，马上我就给他炖汤吃。